上衣的毛毛两个颜色，我跟你讲超可爱。你收到的毛会有点那种果冻端感，最可爱的我觉得是它的面料，跟我这次做的小 polo 领，跟可爱的大大颗的包扣。那它的这个毛毛是这样比较直立式的，比较可爱圆蓬。然后这里啊也都不会过于都太长太短太蓬，而且我这一次是完全果冻毛毛升级，它是这样虚无，然后它有那种果冻端的感觉，然后整个人好瘦好瘦好瘦。然后你如果想当外套，当然可以把它打开，但是我这件其实做的是上衣啦，上衣算是 70%， 想当外套你可以自己慢慢打开。然后像我这样穿，整个质感非常非常的好。第二个颜色是不是有一种不同的温柔感跟高级路线？这次我们做的领子不是那种赞的这种 polo 领哦，它过于休闲，我还是希望有点大领，比较有气势的感觉，是完全不发福不发胖的，就这样简简单单舒舒服服，然后弹性很够哦。这件还蛮厉害的，就是它完全不包扣，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说，哎，我的比较丰满会不会越穿越臃肿啊？完全不会。跟着志愿购，时髦大哥。